魅力横扫全球的还有电影《神力女超人》，全球的票房突破了美金8亿，相当于台币242亿。北美的票房也正式超越了对手漫威推出的《美国队长三》，让女主角盖尔加朵人气飙涨。最近还在 IG 上公开拍片的 NG 片段，可爱迷人的笑容再度征服影迷的心。不过对手也不甘示弱，也打算推出女超人黄蜂女，即将在明年亮相。手拿盾牌霸气登场，拥有强大力量的神力女超人全球卖破8亿美元，也让以色列女星盖尔加朵成了2017年吸金女王。拥有超高人气的她，近期在社群网站PO出拍片 NG 片段，再度引起话题。拍摄过程不断笑场，还有这一幕更是虏获不少粉丝的心。一个转身，乌黑秀发全被吹乱，只见盖尔加朵忍不住笑了出来，让粉丝大赞连 NG 都很美。短短16秒影片，2天就吸引近300万人点阅。靠着女神加持，电影《神力女超人》北美票房不但超越漫威大片《美国队长三》，也紧追2013年《钢铁人三》创下的4.9亿美元纪录，展现强大的吸金功力。Each of us in some way is held back. Don't engage alone. We'll do this together.乘胜追击， DC 宇宙年底将推出电影《正义联盟》，除了有蝙蝠侠、闪电侠等角色，4分钟预告盖尔加朵就占了将近1/3，就看能否延续神力女超人热度，再掀观影热潮。而对手漫威阵营也要祭出女英雄应战。This is an advanced prototype that your mother and I worked on together.She never got to use it. But now I realize that we were working on it for you.早在2015年，漫威电影《蚁人》结尾就暗示了女星伊凡杰林莉莉将成为新一代黄蜂女。首张战袍剧照日前公开，这也是继黑寡妇和绯红女巫后第3位漫威女英雄。女力崛起，粉红商机当道，也让女英雄们纷纷成了片商新宠儿。记者洪尚华、陈玉志台北报道。